赞不赞？赞。看中间这里，谢谢。来中间，好，我们这一次哈、哦、也会，我们这一次吗？那另外呢，我也要非常的感谢台湾虎航这一次大力支持我们，他把他5月9号能用的飞机全部拿出来。那这一次我们的虎航呢支援了5架的班次，那我想这个也是台湾史上第一次妈祖空中绕境，台风金马绕一圈，那应该也是台湾史上最大的空中进香团。那当然最要感谢的是我们有这么多的宫庙来自于北中南东，包括我们从大甲镇南宫啊，包括我们花莲的港天宫在东部花莲啊，包括在我们淡水的淡水福佑宫，还有我们桃园芦竹的慈母宫今年都来参加，尤其是我们的艋舺启天宫呢5月1号要办180周年的大绕境，然后5月9号呢又要参加我们这次的空中绕境，所以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蔡主委今天愿意借我们场地，在这边办一个难能可贵的一个非常深就是特别的记者会。我想刚刚还跟虎航的张总在聊说，他从来没有在庙办过记者会，参加过庙的记者会。那我说我也是第一次旅行社的记者会在庙里面办，好，那非常特别。